这个十六个太阳真的是十六个月亮。太热了。啊，真的，我怎么还是没有瘦？这句话。带来这首歌，又回到阿美族的，就是我拉一下裤子，就是有变瘦的意思。哎呀，因为我刚有瘦小腹，就是这首歌是真的是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的年轻人，我们的学生吼，听韩语、听日语、听英文歌，哇，吓吓叫，会倒背如流。可是上课真的叫他讲英文单词讲不出来这样，那我就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喜欢？原来他们喜欢那种嘻哈啦、摇滚的，或是。嘟嘟嘟嘟嘟嘟嘟那种的，没有 B-box， 就是嘴巴一直打舌打结这样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啊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其实我也想把母语融入类似这种节奏，但是好像我编的有点难，就是结果有点为难自己。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种为难自己的感觉的。带来这一首歌，就是告诉自己年轻人，母语自己的母语也很屌的一首歌，它叫做《I Miss Rap》，谢谢大家。Oh
哇Oh, hi.